时时常态般要有线上的，如果想要在家学习，现在上网就可以，哇，超棒的哦！这个全网最优惠的时事常态班即将上线啦！那陈峰老师，请教一下，这个时事常态班究竟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常态班哦？你看这个节奏也会掌握得很精准、太多了，完美。哎，这个时事常态班是什么？其实它是有一个缘由的啦。其实它最早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古文观止团队，我跟老大，我们都是来自于云林。云林，其实当初说的是，因为我们在云林的时候，因为跟一些乡亲父老，其实都会聊股票，然后变成慢慢的，好像变成习惯性的，一个礼拜就会去，大家会聚在一起泡茶聊天、聊股票、聊行情、聊有的没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觉得，好像这样一个礼拜聊个一两次的行情，聊一些股票，然后再教那些乡亲父老有一点点的小招式，我们发现对他们而言的获利是相当具有效用性的。是，而且看他们从整个交易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心态、对，会很明显的一直的优化，一直的变强、而且是真的是很明显性的优化、他们以前只会问，我印象很深，他们以前只会问啊，老师这个高有 A 档 B 不？就这样子而已。一直到他们现在已经会问的说，老师这档股票我什么时候要加码？是，老师这档股票是不是强势股？会讲那种稍微专业一点点的名词。而且是在聊天当中内容更改开始进化了，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在南部一开始先推出这个所谓的每个礼拜的这个所谓的常态班，常态班这几个字是这样子由来。是，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常常在台北，是，然后台北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那很多台北的学生跟听众开始慢慢说希望在台北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是，而且他学习门槛其实是很低的、非常非常低啊，时间门槛也好还是金钱门槛也好，其实都相对很低，所以当大家来他们都想讲一句话叫做含金量很高，从白纸学习也可以。对，要含金量我都就惊了，含金量很高。我这不是深夜节目。好了，那时事常态班究竟教什么 ？OK， 他教什么东西呢？他一开始，当然一开始我都会先跟大家聊聊这个，可没大家一来，我先跟他聊聊近期的大盘趋势，是，然后大概聊类股走向。嗯，因为聊到其实大方向只要掌握对了，其实这个赚钱的方向就不会偏离到太远的地方去。所以大盘类股是我一定会聊的东西。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大部分的股民啊、听众啊、学生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个股。所以说这个重点中的重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再拉回来到个股实战解析。哇、那真的很棒嘞。除了有这个大盘的解说，还有个股做范例。对，没有错。而且这个个股做范例的实战，这个所谓的实战解析是真的实战。为什么？譬如说，我们会因应时事，以及一些最新的状况，开始去做一些教学，然后带着他们怎么去做一些操作的策略。是，像这个今年很有名的这个乌俄战争。对，这个刚好是老大的专场，老大会结合一些时事，然后我再结合一些股票，我们把时事、股票加在一起，加在一起。他没有编歌曲而已。突然想到这个。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I have 时事， I have 股票，时事常态班。哎，所以就这样子出来了，然后所以说这个我们会带很多的东西，会把最新的时事，还有甚至像最近的这个疫情啊，这两三年几乎都被疫情笼罩。对，那疫情这个轻微化了，或者严重化了。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应用到股票世界上面？这都是我们在常态班会一一很精彩的分享给各位的内容。对，就是非常营养丰富的这个金融维他命。对，没有错，这个是在交易世界里面的这个必备良药啊。OK， 所以说这个大概刚刚讲的这几个大盘趋势、类股走势，还有个股实战分析，还有这个应用加上时事的结合，这是我们一定每个礼拜都会分享的。那可不可以举例哦？过去曾经教过什么样好用的招式给他？好 ，OK， 这个一定有了，因为我们其实每个礼拜几乎都会教新的招式。为什么说是每个礼拜几乎，不是每个礼拜都教？因为我们除了教这个招式之外，我还会把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基本的名词，当然一些白纸都可以完全学会。那我们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教了很多招式，那我就随便拿其中的一招出来。好，我把这个背景叫做乱世中找强势。乱世中找强势。为什么乱世？因为从2020年开始，这个大盘走势真的一下大涨，一下大跌，一下大涨，一下大跌。方唐进行情。对，这方唐进行情。这荒唐呀！我进来，我出去啊！我进来，我出去。所以说，在遇到这一种很这个阴晴不定、起伏不定的
的行情，但是说真的，在不管怎样的行情当中，在难做的行情当中，是一定都还是有一些基本的 SOP， 可以帮助我们依循一些逻辑，然后去找出强势类股中的强势股。是，那这个我就在这个平台上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招，好，这个我称之为乾坤大挪移。哎，为什么移移这么多次？因为这个就好像你在画面上面看到的，我们一开始我的习惯像这一招啦，叫做我会先去找一个倒 N 字形的这个倒 N 字形，对的一个空头走势。是，那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叫做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对，物贵极则反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呀。这个我今天就要教大家这个珠玉，这个最上等的玉，它应该要怎么去取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面这个倒 N 字攻击，它一路杀到这个 120.5 块的一个最低点的时候，是，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抓到最低点，但是当它已经来到极度便宜的时候又开始转强，开始转强，那个点你要看得懂，是，你不可以一直无限的逢低去摊平啊。所以说如果真的遇到空头市场，你无限的逢低摊平，那必死无疑。所以说我教这个学生的这一招，乾坤大挪移，先找出一个倒 N 字形。是，那接下来的走势如果可以走出一个 N 字形，已经不是倒 N 了，从倒 N 变成 N， 所以我才说叫大挪移哈。要走出一个 N 字攻击，譬如说突破这个你在图上面看到这个153块、之前的倒 N 字形攻击的反弹的最高点的状况下，那它究竟会走去哪里？会走去哪里？其实跟数学一样，对，会的就会，不会的就不会。但是这个我是一个很，我们应该都算是一个还蛮厉害的数学老师，所以我们就。教到你会为止啊，绝对不是不会就不会啊。所以说这个突破153块，就是这其实有你要知道，其实我知道这个股民啊是很喜欢算目标价，是很喜欢画线，嗯，所以说其实我们都会去听听众的心声，去知道股民的心声，他们想要什么。所以说除了这种技术性分析的东西，这个筹码面的基本面的，我们在常态班课程当中都会一一分享给大家。是，那像我们今天这举的这个例子，它就是属于比较技术面的。那最后究竟有没有到？对，有没有到？我们再看，就这个是今年的这个股票啊，但这什么股票我们就不一直去强调它，但是大家看好了，它有没有到画蓝色这条线就是153块。是，那大家可以看到一过153块，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有没有153块是压力区一过的状况下，你看它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凶，今天一喷真的是很凶。所以说我因这一档股票它的涨到最高价格是我们当初算出来的目标价以上，又多了20几%将近30%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去赚我们应该赚的钱。嗯，也就是说那个目标价它不会这个突然来一下下，就来那一刹那，来那一刹那，然后就突然就掉下去，那你看得到价格却卖不到，那种不是我们要教给学生的。所以我说以这档案例来讲，像最近行情是这么的一个混乱状况下，它还是可以很稳定的去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价。是，所以金融市场看起来无序，对，其实还是有机可循的。对，对对，一定是因为它正因为它没有秩序，像刚才老大刚才讲，因为它没有秩序，所以来到金融我们的这个时事常态班，我们要教你如何定赢家的秩序出来。是，当你有这个秩序，你就是按照 SOP， 然后循规蹈矩的先乖乖的做，先开始有稳定获利之后，也把你的心态也培养起来之后，其实我一直认为在交易的世界里面，你要成为赢家，你要赚钱，那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所以除了招式之外，这个常态班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基本的财经内容。对，没有错，这个股票、期货、对基金、资产配置，对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做交易的人，他们很像会瞧不起基金，会瞧不起资产配置。但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面都会跟你们讲，资产配置跟基金这些东西，在于我们做短线交易，它到底可以怎样具体的帮助到我们？ 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可以让我们心态很安定。是，这个东西我们在常态班都会一一跟你诉说它背后的故事，我也用我真实的经历告诉你我怎么这一步一步走来的。是，而且这么棒的这个常态班，对过去其实只有这个现场实体版本的，对，没有错。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加会更多远方的学员朋友们，对，这个以前都只有台北地区，真的只有，而且是台北市有而已啊。所以说，但是因为其实很多我们的学生，他们可能是住新北市，甚至可能是住比较南部的，或是比较北部的基隆的朋友啦、台中的朋友、高雄的朋友、其实那个时候学生都一直在敲碗说，我们也想要听这个时事常态班。对，所以说我们听到了这些心声之后，其实真的我们的团队内就开始一直在往这方面做一个努力。所以说我们一克服了很多地区性的限制，就把这个技术困难通通解决掉，然后我们的这个时事常态班线上版就上线啦。没有错，这真的要鼓掌。
哦，那你说上线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开始从五月份开始，是、对吧？哦，五月份正式要开始了，我们会有上课时间，但是在每个礼拜一跟每个礼拜二的7:30到9:00，是的，但是这个地点，地点惊人的，惊人的这样，除了台北市以外，除了台北市区的这个学生，就是说，如果你原本就是上实体课的这个学院，然后你就是到我们这个民生东路3段21号4楼，对，在建国北路民生东路口附近的这个理财私塾的教室来上。对，现在你还有线上上课的选择。对，就是你如果是属于这个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你真的就可以不用再舟车劳顿了，你可以直接在家把电脑打开，就会出现很多颗滑鼠，我把它说死人头。就可以开始出现很多这个我们古文观止团队里面很多很厉害的老师，熟悉的面孔都会一一浮现出来，没有错哈。所以说会一一帮你诉说很这面面俱到的这个金融分析。所以我一直在说，其实我一直认为真的常态班它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一门入学可以，然后一直到入门啊，不是入学，从入门一直到这个很深入的交易的学问，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一一的慢慢的呈现给大家，打破了距离的限制，就算你人远在美国，只要你有心，一样可以上到我们古文观止的线上常态班。对，没有错。所以我们的这个课，刚才讲的是课程时间，每周一、每周二。那我们的课程方式有两种可以选择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线上直播班，那它是用 Zoom 去直播的，那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实体班，我们实体班依旧存在哦。我们不会说因为推动了这个线上班之后，然后实体班就再也不跟大家见面了，不会的哦。我们实体班依旧会继续跟大家面对面的直接做一个交流。是的，当然线上这个。直播班的你们也不是不能交流，你们也是可以的、我们在当下你们有任何问题是可以直接哦，就在当下直接我们 live 的状况下，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会在镜头前面直接帮你们做一个回答。是的，所以 QA 的互动线上这个直播班也是会有的、直播班也是会有的、是的、OK， 好，所以这是有关我们的上课时间跟地点。好，那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方案可以给我们的学员们做参考？那我们现在就我们讲讲我们的课程内容跟优惠方案。课程内容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然后个股实战解析、大盘指数类股的这个观察的重点，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结合时事的一些最新状况、然后做一些教学的相关的操作、那我们的限量的优惠方案，我们的原价单月投资的学习金额是5000元，对，六个月的话总共是多少？3万块，三万块，对，现在优惠多少？半年方案给大家，半年优惠价只要25000块，帮你们现省5000块。哎、这5000块不要想那个5000块哦，5000块之余这个3万块已经帮你节省了将近20%的费用了。是，所以说我们除了让你可以更方便的跟我们做比较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可以在线上直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近距离，然后非常非常直接帮你做所有的交易的这个时事的一个分析。是，这个成本只要半年价只要25000块，25000块非常优惠的价格，没错哈、而且听说为了庆祝。对，我们这个线上常态班上线，我还有一个超级优惠的早鸟方案，对，限时限量要推给大家。没有错，听好，这一定是限时的哦，时间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早鸟优惠价，到这个即日起，就从今天开始，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开始，是一直到2022年4月30号晚上11:59:59，超过一秒都不行。对，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报名的，我们可享有我们的早鸟优惠价吉利价。88折，88了，给你发发。对，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你把它换算过来，这个单月只要4400块，半年优惠价只要22000块，哦，爱爱你你你哦。而且这个88折是从那个25000块已经超级优惠，对，再去八八折。我们这个八八折不是没有很有，不是那种很没有诚意的用原价的八八折，不是哦、我们是用我们刚刚推出的优惠价格的25000块，然后再88折，是给大家有一个最吉利，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超级优惠，没有错，马上把握这么棒的早鸟优惠方案。对，那要他们要怎么去报名呢？好，如果要把握我们这个早鸟超级优惠的方案的话，请记得赶快加我们理财私塾的官方 LINE， 对，然后输入你的中文姓名跟线上时事常态班，让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小编帮助大家赶快争取现在这个限时限量的优惠。没错，哦，这个哎一次讲就顺了，线上时事常态班，刚刚好像在练南港的感觉。
还故意讲很慢。对，真的哦，赶快的，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然后赶快加入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at， 然后赶快输入这几个字，每个字都要到位，然后线上时事常态班，然后再输入你的全名嘛，对不对？然后就赶快加入我们的这个顾文官职的理财私塾的时事常态班了。好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拿优惠，没有错，上课见，拜拜。